又来了！哇塞，他掉下去了，他掉下去了，笑死！下车，最后一分钟啊，能不能守住看这一波了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拿铁，今天玩《Unravel》暗区突围。今天要玩一下新的矿区禁区啊，这是新的模式。然后这模式应该跟之前北山禁区那个内容是一样的。那今天就来玩一下吧。碰到两个队友，我们开场一样，看起来是只有冷兵器跟手枪啊，要靠这个收箱子。哦，有装备，这完全看运气了。全部先捡吧。拿枪支配件的话自己装。我们现在在洗矿场，哎、欸，有敌人，两只直接轰死。哎、欸，新锐身份牌三十级，这个也是新锐，这两个应该电脑吧？感觉像是人机的那个特遣。哇塞！等一下，太痛了吧！这应该活人了吧？手跟脚都断了。大师身份牌，29级。看一下有没有手术袋，有。哦，这个是改了、欸，改成一个框框了。热点，队友开车。去捡空投了，哎、欸，他们遇到敌人了，上面有台车，哇哦，在我们这个地方，敌人死光了，应该是队友收掉了吧？看一下，我捡这个钥匙好了，装备我就不捡了，捡一个钥匙跟止痛，其他都可以队友。我开到前面的空投，看一下我们东西。哎、欸，很多东西在地上，你看一下，空的，赞 ，N16 出来了，撤离点在这里，只有一个撤离点哦。哇，这难度已经变很高嘞、欸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撤离点，不过刚刚从刚刚到现在，从开始到现在，只看到这边有可以撤离。现成三人，吃鸡模式哈、啊，根本就是暗区突围作为一个吃鸡的模式哦。之前还有其他撤离点，现在是只剩一个。有车身，有车身，敌人来了，他们现在都要全部抢这个点了。这个子弹可能打不穿，他没冲过来，吓一吓他们也好。子弹有点不太够。我们现在两台车卡这个点，又来了，怎么那么钝啊？奇怪，很卡哎、欸！哇塞，他掉下去了，他掉下去了，笑死！下车，这什么类个跑法啦？什么鬼啦？这人我也太累格吧，残影了、欸，乖乖倒下。哎、欸，什么鬼？这什么鬼？又不倒，都打止痛。他脚断一只了，还没死。总觉得这个玩起来有点怪怪的。看那个累格跑法有点傻眼。对，还有声纹，他是好队友，应该还有一只队友。没弹药了，还有五分钟哎、欸，我把车子移一下位置。哎、欸，又有人来了，有个空投，怎么那么累个、啊？这车子会瞬移哎、欸。
我操控是正常，可是他们车子跟人都显示不太正常。空投空投，赶快捡一下。金蛋金蛋金蛋，这模式没有保险箱。我先把车子挡住这个位置，挡着撤离点，不要让他们抢这个点。我们现在有三个都还活着，应该算比较好守。最后的子弹呢？我再换一下，现在就靠这台车。空投挡住空投后面这个位置，这边都算撤离点。现在就让他守好，虽然比较空旷。莫星，捡他的进价吧。基本上乱捡一通了。最后一分钟啊，能不能守住？看这一波了。我有队友怎么？那车快爆了，还开过来，然后爆炸的话，我们就危险了。四十几秒，守住守住，赶紧上！哎呦，吓一跳！这当中好有枪声，这要打谁啊？他在乱开枪啊！那为什么一个蹲着啊？他怎么不趴下来？他就把车打爆了、欸，那车爆了会一起死哎、欸！先丢了、啊，刚感觉方向刚好敌人。哎、欸，有人有人有人！哇塞，队友死了！我继承他的遗产。哎、欸，110，先换这把。敌人来了，敌人来了！哎、欸，过了过了过了。队友刚刚竟然蹲着，而且有一个人乱开枪，害到队友了。他刚刚可能有点大意了，想说没敌人了吧？结果他蹲着就被打倒了。我在最后关键时刻呢，继承他的遗产，190,000。淘汰四个。好，这个模式的部分呢，我觉得不要在撤敌的时候乱开枪啊，会有点吓到我。刚刚以为是敌人冲过来，所以我先看到有没有敌人。因为这个模式的话，有点像吃鸡模式啊，就像你最后要守这个撤离点，然后其他玩家就全部人都要抢这个撤离点。我觉得难易度算是蛮高的哦，因为之前其实有好几波的撤离嘛，就是你可以搭直升机离开，然后现在就是全部抢这个撤离点。然后车子的话呢，下车其实需要减速，不然你直接跳车可能脚会断掉啊。总之来讲，就是这个模式我之后再玩玩看啊。然后刚刚那个队友有点可惜啊，最后至少我帮他把武器带出来了。下一次如果有缘野配遇到他的话呢，他在跟我拿 A110 啊。也欢迎大家分享你们玩这个模式呢有什么心得感想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跟讨论。今天游戏玩到这边，如果大家喜欢哪天影片，可以把喜欢吃订阅我来通知一档。我们下个游戏见哦，拜拜。